怪的学习之外，我们也跟后辈学习了非常多哈。然后我要试试看你手这样子唱，哇，很爽这样。
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是跟后辈所学习来的哦。少年家呢有少年家的循环，但是咱年纪上啊吼，七老八十啊吼，有自己比较成熟的一种唱法啦吼。这个世界名曲哦，这个大家都会唱哦，卡拉 OK。亲爱的妈妈，我们在推广西西的路程上一点都不孤单，因为有时候莫名其妙就有一些朋友突然间跑来。比如说在2004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了一张 CD 嘛，里面有这些来劝我的歌。然后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遇到林强，他就拿给他，啊，结果林强就怎打电话去中研院啦？喂，你好，我是林强，我咧五百咧，就把电话挂掉了。但林强又打。我真正林强啦，哦嘿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我想讲恁咧西西敢若袂歹个款，我就啊，真可惜今仔无闲吼，啊无嘛邀请伊来啊，迄个，阮即马要来唱一首林强的歌吼、哦，来纪念暗时，来感谢，感谢即个真侪朋友对西西的斗三工，咱特别选一条林强的歌吼、哦，啊来唱即个歌。来感谢林强对西西啊推广的这个贡献哦。